地面十多位壮丁搭配高空作业组，长15.24公尺高的巨幅宇宙大决者布幔，历经3年后再度亮丽高挂。经过3年那个疫情的关系，中正纪念堂的义和也停办了，那今年要重开这个义和大典，已经3年没有，我怕它起化学作用，那请专业的师兄来鉴定一下。2007年开始重复使用至今，彩排前早已经过总体检，唯一发现顶端吊环周围少部分呈现皲裂磨损。伊安尼吼处理伊吼会软化，伊晓解吼，伊才会软。这是我们专业的胶，一玻璃安尼吼。啊，这就是强力剂的啊。我做用心的啦，差不多得可以。每一处巨细靡遗检查修补，用水以后再用干的要再擦。修补完后怎么擦拭也高标准要求，一个口令统一动作。来，八号，一二三，八号，对折线哦。对齐折线，继续清洁，人全站在同一侧，避免踩踏弄脏布幔。虽然是布幔，但是这毕竟就是一个佛像，那我请师兄一定要以恭敬的心。五龙五狮啊。从头到尾，数十位慈诚师兄合心协力，才能成就一年一度佛教界大盛事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陈昭祥台北报道。